被你的记忆是连名带姓，真是有一绝熟人的可以，多少人爱我偏放不下你，是公开的秘密，只剩你没拆穿我，就别再回头。王博轩，王博轩，哇，任你选。我可以敲门吗？我的首选其实是宋乐谦，但是他没有出来，所以我会选择点我名字的人。点我名字的人，我很希望在一团之名这个舞台上能够很快的融入他们。新的团队，陌生的团队，我来说其实并不是一个什么很难受的一件事情，时间都可以磨合一切。稍微晚一点，稍微晚一点，我们组有一个特别微妙的东西在，就是整个班级的那种训练氛围，就是你不能去浪费时间，你不能偷懒，你洗漱完了，你吃完饭了，你休息好了，你就必须下去，就谁没有下去都会就会感觉是对不起大家的那种感觉。咋的了？我们是不是给他压力太大了呀？除去他七个人，有五个人每天都在给他说，啊，你这个怎么又没做好，你那个怎么又没做好，谁都会承受不了的。不能参加下一次汇报演出的是隔壁班同学。隔壁班同学有我以前的队友，我觉得非常难过。未来路还长，我们还会在另外一个舞台见面。大家现在是有点气馁，就是说啊，自己这么拼命这么努力，为什么成绩不太好？我们组有一个特别不好的气氛，这个气氛是大家这个结果的命根子，就是大家都很丧，非常丧，一点正能量都没有，不希望大家这样。白辉就是真的是需要打开大家心里面那一道门。我一点都没有灰心，我根本没有时间去灰心。我们在中间，好歹它有个优势就是稳，我们不会差得太多，我们有新进步的空间。我今天说的话都是我自己的真心话，说出来之后有一些不好的情绪发泄掉了，我自己会舒服非常多。大家都能够找到合适的机会去发泄不好的一些东西，因为当你发泄掉它、排掉它之后，你的决定会改变。我们是能量源，走，预备，开始。1、2、1、2、1、2。首先我鞋带松了，根本没有时间回去系鞋带啊。王博轩，鞋带开了啊，小心。当时真的很危险，因为我也踩到一摔就是完蛋了，我更不可能停下来去系，所以我就心里面就说我一定要把脚再打开一点，那就增加我跳过去的难度了。我当时真的是没有余力去听一下我们有多少成绩，整个人瘫倒在地，然后起来的时候他们告诉我是200多，哇，那时候觉得很值得。